剩四个大人三个小孩，一共花了1390。应观众的要求，今天我们终于过来吃鼎盛，也是很多人说的粤菜的天花板。这个呢是麻椒鸡，它是用了一个白切鸡的做法，上菜的时候呢给上很多的那个麻油，芝麻油。鸡肉很紧实，再来一块。鸡味很浓，皮很脆，这个它不是白切鸡的做法，有点像那个咸鸡的做法。刚开始呢我还以为是白切鸡的做法，但是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它是调了一盆的鸡水，不是白切鸡那种水，它是很味道很浓的那种水进行一个煮制的。当然这个煮制呢和你们想象中那种煮是不一样的，它是半煮半泡，然后它再进行一个入味，蛮好吃的。这个儿子你吃了第几块了？第三块了，证明还是可以的。我儿子觉得不好吃他不会夹第二块了，现在他已经夹了第三块了。这个就是粤菜中经典中的经典，如果一家粤菜馆做的蒜香排骨不合格了，就是一个不合格的粤菜馆。我们看蒜香骨做的好不好，首先看它的粉，这个排骨呢粉没有那么多，这个红色的应该是地瓜片来的，我先尝一块地瓜片。嗯，是地瓜片，很浓很香。这个呢是我以前吃的不一样的，它有点点偏甜，不过味道还是不错，总体的话就是偏甜一点点。很多人说做蒜香排骨永远做不了酒店那个味道，你肯定做不了了。酒店所有的排骨都会下很多的那个小苏打进去打，它吃起来很嫩很嫩的。儿子怎么样？这个排骨口感怎么样？嗯，你吃到嘴巴都馋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已经吃了两块了。这个是很经典的豉油鹅，它的做法呢有点类似于碌鹅，味道很厚重，配上一个香芋。我吃的这块香芋呢不够粉，有点粘牙。鹅呢我给它拉九分，但是这个香芋不够粉，拉低了这道菜的一个分数。这个是我点的包汁豆腐扣蹄筋，这个豆腐呢它轻轻过了一遍油，蹄筋很软很糯口很化口，没有那种蹄筋的那种腥臊味。一般蹄筋做不好的话是很浓的那种腥臊味，包汁的话不是很好的一个包汁去做的，毕竟这道菜好像是80块钱而已，如果你用好的包汁的话可能成本又有所上升。哇，太烫了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，有没有有点夸张，这个我不告诉你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是葱油饼，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来的。这种葱油饼呢是炸的，很蓬松，看到没有。因为我今天做的是在五楼，他的厨房呢一般在一楼，上来的时候有点凉了，不知道口感怎么样。嗯，还是不错的，有点像什么油炸鬼那层皮。嗯，超多的碳水，重油重盐，让人很快乐。虾生配伊比利亚火腿，中间加了一点柠檬丝，然后撒上了一些玫瑰盐。味道很清新，刚入嘴的时候很浓烈的柠檬丝的一个味道，吃到后面呢是爽口的虾肉，再进一步的层次呢就是西班牙火腿的一个味道。这个是一个蛮有创意的一个菜，鼎盛呢他们做的鱼生啊做的虾生啊都不错的，可以。这个一道合格的生炒菜心呢，首先菜叶肯定不能多，第二看到没有，没有汁的，如果你菜叶太多的话你炒不香的，菜叶会导致出水锅气。什么叫锅气？那这些呢就是锅气的一个证明来的。
这个不用说，都很香。芹菜很甜，一个好的芹菜在两广人的认知里面，第一是带有微甜，而且无渣，这个就是标准，完全没有渣，非常不错。而且最重要的，像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在广州的市中心，刚卖48，我们前几天吃的那个100块钱的就不回味了。今天的重头戏也是我们一直期待的鱼生，我们每次过来秉胜都会点的一个鱼生，这个就是鱼生的一个配料，柠檬丝啊，这个是萝卜丝，然后青葱、姜丝、野山椒、炸好的芋头、花生米、教头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一个真正用心做的一个餐饮，你就可以看到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红皮的花生，你敢想象？我昨天我在五星级酒店里面居然能吃到转基因的花生，你敢想象吗？是吧？花生怎么吃呢？所有的放到碟子里面，根据自己的喜好放下去，再配上一些鱼，撒上一点点的芝麻，再给上一点点的盐。第一口我建议不要放酱油先，酱油的话也吃不出那个鱼的鲜味，先用盐去调出鱼的那个味道。鱼生呢，花生油是肯定必不可少的，然后就是一口怼进去，味道非常的鲜。如果大家想学这个菜的话，我过几天和大家去更新它的做法。最后呢，以一个榴莲酥作为一个结尾，哇，这榴莲酥太甜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加了糖。这种酥呢是炸的，这很老式的那种酥皮来的，老式的做法。现在的榴莲酥呢，我觉得用烤的话没有这么腻，用那个蛋挞皮去夹心来烤的话没有这么腻，这个明显加糖了，我觉得不要加糖，原味就可以了，好的榴莲不需要加糖，这个太甜了。我觉得今天的菜品呢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如果你让我真正说想挑剔的是什么呢，鱼生一定要提前上，第一个上最好，因为我吃了所有的东西，我嘴巴现在是很重的一个味道，如果我现在去吃鱼生的话，鱼生的鲜味呢不能第一时间的去感受，而是经过了舌头的洗礼以后再去感受的话完全是不一样的。今天这一顿饭吃下来呢，总体的感觉真的是我觉得秒杀很多的餐饮店，包括价格呢也是一个适中的价格，没有像五星级那种名大过于实。我真的推荐大家过来这里，这里没有任何的广告成分，衷心的推荐。买单一共花了1390块钱，比昨天我们吃的那顿的话会划算很多，我家人全部都吃得很开心，有空下次我再来的时候还会继续来一家店。